各位歡迎收看這節新聞，我是廖淑儀。一個女警在海面反走私期間墮海失蹤超過一日，繼續有人員在附近的海域搜查。女警失蹤地點在沙洲以北的龍鼓洲和內地蕉坑灣中間海域，朝早水警繼續出動快艇和水警輪搜查，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協助救援，多架航拍機在附近拍攝，近岸亦都有人員以望遠鏡觀察。涉事水警快艇尋日朝早八點幾反走私期間意外返艇，之後被調起運去政府船澳。據了解，失蹤的女警是水警小艇分區高級督察林婉儀，過去曾經多次破獲走私案。